复仇者联盟里面有好多成员，你觉得谁比较厉害呢？比方说呢，我觉得奇异博士很不错，他的无限宝石让他可以倒退时间。For example, Doctor Strange is very powerful since he can manipulate time. OK, 还有谁很厉害？还有谁？还有谁？啊，我知道了，你们说蚁人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不错啦。日常绘画当中呢，我们很常需要举例哦。例如呢，像我觉得、台湾的歌手都很有才华，哪些歌手呢？举例来说，蔡依林、周杰伦呢、都是我的菜，我的最爱。那举例来说，这个用法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写作当中都非常好用，赶快跟我一起学起来吧。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种用法，你呢就可以用 for example 或者是呢 for instance， OK， 是一样的意思。它呢就是你讲完前面的句子，讲完前面的话了之后呢，后面独立的句子我们要开始举例说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for example。 例如呢，我们在讨论台湾的美食， There is some great Taiwanese foodOn the street， 我知道、这条街上面有一些很棒很棒的台湾食物，有哪些哦 ？For example, that stinky tofu is one of my favorites。举例来说呢，那个臭豆腐就是我的最爱之一了。当我们讲到这条街上的美食，有好多好多美食，哪一些啊？举例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二个句子就可以使用 for example 或者是 for instance 咯。第二种用法呢，我们就可以用 such as， OK， such as 就可以用在句子里面， OK， 跟刚刚不一样，注意到了。像是呢，我们台湾素有水果王国之称， In Taiwan you can easily get tropical fruits such as pineapples, mangoes and papayas。 在台湾呢，你可以轻易的取得很多很多不同的热带水果，像是凤梨、芒果、木瓜， OK， 像是什么，句子里面我们就用逗号分隔，然后呢用 such as 来连接了。跟 such as 很像的呢还有 like， OK， 但是呢 like 比较不正式一些， I like tropical fruits， 我喜欢水果，那后面我们可以接上 like， OK， like mangoes or papayas， 注意到这两个 like 意思不一样了， I like tropical fruits like mangoes or papaya， 我喜欢热带水果像是芒果或木瓜， OK， 这样的用法我们就可以用 like。所以呢，举例来说，你可以说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把它呢用一个独立的句子来举例，或是呢简单的在句子里面呢使用 such as 来连接，或者是呢 like， 赶快记起来咯。